不要喊他一下？谢谢啊。
我就想要像那个他你说那个冲浪在那个他的水那都是鼓啊，就经历起来对，都修装很久嘛。好，我这个。我叫不要钱啊，你叫我，这边钱就叫你借，这边不交，我那交交钱，我今天是借给我，那个他俩是借给他，我一万块钱，是你，嗯，那个妈就是他那个犯罪走的，哎，就是姑姑啦，跟他的摩托车把头盖起来，整个公交车。好。他们愿意租人家，他们从刚刚在干就过去了。你问我重点，你不叫家，走牌雇员，雇员还不给，然后到九十度，这个九十度站上去，背夹子，背夹，哦，哎，都蘑菇，嗯，他会开上去就只有他，以前他领去，因为他是竞争司机。阿伯，嘿，阿伯，大伯要看路都，都拢行落去。七点多了，六点半就。好，我们走环山步道。对啊对啊，下去稍微也是十几分钟。好的，人家蛋姐有了。七点半。我们走环山到十几。其实走下去又这么快，我们从上边上来嘛，从另外一边下去。
啊，行一排叫做印度樱花。他已经退休了，他是
Thank you.